公开我们的黑历史影片。哇靠！今天第一次出现的画面，路人。啊、我们频道第一次影片来了，三二一，哇靠！非常的熟悉，尤其是。Bobson 精好箱折叠收纳手推车，精英滚轮，五秒折叠，轻量设计，坚固耐用，超大容量，承重力强，一物多用，耐磨材质，很适合购物、露营、野餐、搬运。放下拉杆，平拉更省力。顺滑万向轮，有杯架呢，可以放饮料。那此推车呢，部分航空可带上。用了几周后啊，我们真的觉得很方便，很好用。那限时团购一周，团购链接呢放在资讯栏，马上下单起来吧 ，Go Go！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谢坤姐的机台。谢谢。夏弟呢，他们今天休息。然后呢，我脸一样就是非常的红，因为我刚刚打完飞针雷射，对，之后会有一部我们医美的记录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，就是我们慢慢转变成越来越好看这样。然后这次我们是跟圣体雅美学诊所合作的，所以大家可以期待这个影片哦。好，没错，那开场呢，我们现在问大家就是，大家看过什么自己的黑历史吗？我觉得我们频道还蛮多黑历史的，就是只要是以前，你就是个黑历史，就是以前如果你看到你就是还蛮丑的样子，你就觉得啊，那都是黑历史这样子。如果现在丑怎么办？如果现在还是丑的话，那就看什么时候比较丑啊，就是有个比较尺啊。没错，其实 YouTube 竟然有一个大家都会拍的主题，就是我们好像从来没有拍过吧，就是公开我们的黑历史影片。对，可是我记得我们之前有拍过狗的黑历史，哦，好像有欸，就是以前那个秀弟弟的时候，然后秀长得很像食蚁兽这样子，就可以放在以前秀的食蚁兽照片，真的是超像食蚁兽。然后弟弟那时候小时候也是很可爱，只是跟现在就是完全不一样，小时候很像猴子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要干嘛呢？我们今天要来公开我们七年前的黑历史影片，就是我们频道一开始创立的第一部影片，已经好几年没有看这个影片了。就是我觉得那是黑历史，然后想要把它设私人，但是我忘记设私人，所以今天这集拍完我会设私人。如果你现在看到影片的话，等一下赶快记得要去看。就是我可能会发疯那种，我等一下可能会跳出去，可能尴尬症会发作。那就从那边跳下去。我们就马上来看好了，因为大家应该很喜欢看那个黑历史影片嘛。好，没错，那现在是来到我们的频道啦。那我们目前是 41.4 万订阅，哇，我们真的是我们拍了七年，41万到底是算好还是不好？就是慢慢成长中啦，就是没有很快，也没有到很慢。但我自己觉得前面几年真的是很慢了，我们真的是拍了30年才慢慢起来的。然后我们频道1亿3000万，哇，好厉害哦，我们拍那么久哎，谢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才可以有现在的成绩这样。谢谢所有的喵糖炸鸡，我们按最早吧，就是我们最早以前的照，最早以前的影片。3、2、1 ，Oh my god！ 哎，天哪，我很怀疑有没有人会用这个功能哎，就是你去一个频道，然后你会按它最早的影片。那我们频道第一支是七年前的，标题是鸡腿放闪，到底是谁发明的啊？放闪，那什么影片是谁看啊？对啊，是压轴，各位这是压轴，对，我没有顺序，这最尴尬的，因为我会发疯。好，那我们第一个是要先看的是西楼，西楼是哪一集出现的？西楼是6年前第一次入境，是这集是鸡腿，我家毛小孩挑战握手24次，没想到他们居然顶。什么18000啊？到底谁会看这个东西？欸，我还记得为什么会拍这一集，是因为西楼很喜欢握手，就是他生气也会握手。他到现在还会握手，就是你不管怎样他都会握手。对，就算他现在很生气，他还是会握手，就觉得很可爱。好像没什么差欸，西楼是童颜是不是？那没什么差、啊。而且我觉得等一下会看到你开场，应该也会蛮尴尬的。所以其实发疯的是我。好，我们先点开，然后哇，这开场是我欸。我们以前第一个拍片的房间就是我以前的房间。对，有没有很怀念？有没有人是因为这些影片而认识我们的？欸，等一下是有630赞欸，太多人按赞，是不是很多人回头看我们以前的旧影片、啊、然后看到西楼这样子。对，因为我记得我以前就我们刚刚拍嘛，我记得点阅才几十几百而已吧，然后现在18000，3个月前，谁3个月前来看啊 ？Simmons 0301，你为什么来看我们以前的黑历史？西楼第一次出现的影片，3、2、1。我已经好瘦哦。一只是比熊，一只是贵宾。挑战成功的话，我的 key 太低了吧？不会亏待他们。什么24手啊？握什么？什么？不一致。什么啊？这到底是什么剪辑？哦，西楼弟弟，哎，真的没什么变呢。对，他们都没变哎，而且他的头好炸。这以前的头发生什么事？哦，开始握手，要挑战24。好可爱哦！这个特效我再也没用过了，要音效。
我觉得好可爱哦、喔。他那时候几岁啊？应该才一两岁吧，嗯，或三岁之类的。可是某台湾真的某台没输哎，我们现在都会输，嗯，四次。欸、真的会是握手哎、欸，以前他手还会剪那个哎、欸，贵宾手哎、欸，那是我剪的，因为以前他不能宠物美容哦、所以都是我来用。啊，这到底有什么意义啊？握二十次会有人看吗？可爱哦、喔，旺，哎、欸，谢德生下来握手，对啊，好可爱哦、喔。他是不会不耐烦哎、欸，好扯啊、喔！你看他脸很不爽，那还是握，我都稍握几次。那影片就是。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可以在下方帮我按一下这个影片的喜欢，然后现在最终我按喜欢了，欢迎我的影片94观看，27订阅，听到订阅真的很少，不是太模糊了吧？这是 i 五 i 六的内镜是不是？反正用手机录的吧，是不是？我是鸡腿，拜拜。哇，好尴尬、哦，拜拜，不要再见面了，拜拜。什么啦？哈？啊，重点是什么？重点是什么？哎、欸，结果这个本来是我的黑历史，我以为是希尔黑历史，原来是我的黑历史。好好笑，笑流眼泪了。就是我刚开始拍片的，就是我其实还不太会拍片，不太会剪辑，然后不知道拍什么主题，就是乱拍一个东西。就是 YouTube 一开始应该都经历过这个啦。尴尬的指数一到十分，那几分？36分吧。36，太扯了。好，那我们看下一个，好了，是弟弟哦、喔，这个是买了清新福泉的建成饮料，没想到居然点点点，什么谁要看啊？弟弟第一次出现的影片，这是。六年前嘛，我靠，他的这个蚊帐是怎样？好，那这个是弟弟第一次出现的画面，三、二、一，欢迎咬死我！靠，什么东西啊？哦，因为我以前跳舞的都会戴毛帽。就是很行健成，清新有个很健，就是很健的，蛮好笑的。买个中杯的，然后。店就问我要建成吗？我要建成，然后下面这样，要建成啊！干！哇，还骂脏话！哇，弟弟在后面，弟弟的头有点乱哎。然后熊宝宝哦。啊，这个到底有什么好拍饮料的？然后那时候很红吧？哦。有蜂蜜味，好来啊，开口。哇，发疯了！啊！啊，没了！是这样？什么？我突然觉得今天可能都是你的黑历史。啊！救命啊！我崩溃啦！这是到底谁会看啊？好，那接下来我们看鸡腿姐，鸡腿姐是哪一个？我的是那个，我第一次拍是那个主人昏倒，就是入镜啊。哦，那也是很尴尬、啊哦。这个哇，这26000哎、啊！我们是这一部开始比较多人看的吗？好像是、欸。而且我跟你讲，那时候会很多人找，是因为在 Facebook 有那个媒体转发，然后就是被很多人看到才知道我们这样。实测当毛小孩遇到主人装死时，他们的反应居然是，我们看一下，三二一，鸡腿姐第一次出现的影片啊，然后按赞有492，哎、欸，还不错哦。点阅26000，有39个留言，哎、欸，这个很多其实。好，三二一。大家好，我鸡腿，我啊，怎么又是我啊？我要自己的频道，实测一件事，装死，好可爱啊！哇，这个也是秀弟弟说很早出现的画面。对啊，第一死快速装死，希望有人理的乳蛇。哎、欸，有弟弟理我啊，没了。哇、啊，弟弟出现！哇靠，这是第一次出现的画面，路人。好像阿姨哦、喔，哎、啊，怎么换装了？我忘脱外套。你那时候还不想露脸，我记得。对对对。到那边喽。就单纯不想露脸。对啊。不想红。对对对，没有想紅。没有想要红，因为他很想红嘛。还好没有露到正脸，不然尴尬死。不然大家可能吓到。那我们来看我的吧。好，最尴尬的来了。好，我们来看最尴尬来了。7年前我的放闪影片，放闪到底是谁发明的？我那时候是很愤世嫉俗，是717个赞，19000观看，153个留言、欸。你看最新留言是什么时候？7天前。什么？你干嘛来看 HIPH5？ 你干嘛来看？吓死我！我们频道第一次影片来了，三二一。啊？为什么要走出去又走进来？为什么小声？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鸡腿。哇靠！非常的熟悉，尤其是在情侣之在、欸。我真的看不下去了。看完看完。也太近了吧！他开始了吗？放闪。这几年不知道什么红包。到底谁会拍这种东西啊？欸、我好愤世嫉俗哦、喔！今天是很讨人家交往那种的。我以前很喜欢玩那个、欸，演各种的视角。什么了？谁要看呢、啊？大家看完那集，我打算回去把它设施了。不
大家还没看，赶快去看。是什么感觉的话？他什么闪电？下面留言一下。天，哎、欸，你还分析耶？还有，哦，还有抱抱。我是知识型 YouTuber 哎、欸嗯。什么啦？什么握手拍照？我还分析耶、欸，我是有病。你是那个爱情大师哎、欸。我靠，两性专家。嗯。哦，放闪电哦，我懂，我自己的梗，我现在才懂哎、欸。你赶快结束，结束。哎、欸，看完了，这个羞耻尺度你要给他多少？一到十分。什么那么长啊？三分钟，羞耻指数哦。嗯。当然爆表啊！这是到底谁在看？我现在马上设私人，各位你们看不到了，我要设私人了。大家赶快去看。认识技术的人，没错就是我。这个也算乱拍，但这是第一次尝试的啊！因为这支影片还在频道上，希望大家没有去看，这个我会发疯。好，大家觉得我很想法，留言起来，告诉我们。好，没错，阿天秀弟应该出现了。哎、欸，不对，他们出现的话，应该也跟那个差不多了。他们其实真的没什么变呢。对啊，他们过了七年呢。对啊，他们现在弟弟是12嘛，阿秀是快要11。对，好，我们今天看完了我们七年前的黑历史影片啊，那大家喜欢吗？啊，应该是要看你第一次露脸吧？你那个又没露脸，那就为了你再拍一集哈。那就问，好，大家如果想看姐姐第一次影片的话，我们就再拍一集。哇，超尴尬的，希望没有人看到。对，大家可以去查到底是哪一部影片，然后愁死了，我们就再用一。反正黑历史大家喜欢看嘛，我们就看这集点阅有没有超过10万好了。好，有超过10万在那个。有这集超过10万的话，我们再拍季姐姐的黑历史影片。OK， 好，那大家想看拍什么主题，可以留言告诉我们哦。那今天如果大家喜欢影片，记得要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再开小铃铛。耶，还记得我们 IG， 一定要追踪哦。那接下来会员支持我们，今天我们跟毛豆酱的影片。好，那就这样啦，那下集确定喽。硬哦。好，那我们就下一支影片见了，拜拜。有病觉得他有病的加一，拜拜。